苹果你要吃吗？吃吃。哎，我感觉梨好吃点吧。那我给你变一个吧。走，看看看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雪梨。怎么变了梨了？雪梨豆的面能不能给我变个金苹果啊？可以啊，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来，你这个帮我拼好的话，我就给你变怎么样？哦，这不哥斯拉吗？是不是和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电影里面一模一样啊？肯定啦，你看是正版授权的嘛。哇，这是正版授权的吗？我早就想要了，我来听你们这个声音，马上给我。哎，等一下，别吵，把它先打开看看好不好？你们都想拼啊、哦？你看这里不是有很多零件吗？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谁回答对了我就拿一个，怎么样？第一个问题，金刚在电影里面做了一个小手术，是什么手术？哎呀，好，你要选哪个？我抓抓一把。最难的这个部分就乐乐来了哦。乐乐你拼好了，中间还有个心呢。那第二集什么门关不上呀？我知道啊，球门。那下一步应该是平常的身体了吧？那我就拿他的身体吧。我的主体就拼好了。哎，那我下一个回合啊，下一回合哥斯拉大战金刚二里面啊，它有一个跟哥斯拉很像的一个怪兽叫什么？血魔。下一个可以拼这个手跟脚了。你看两个大鸡，拼好了吗？哦，那还剩最后一点了，我来拼。哎，一起、嗯、现在开始拼这个背鳍。能不能站起来？左右脚按反了吧？啊？哎，不，这个是左脚，这个是右脚，左右脚按反了，谁家这个样子走的啊？等一下，我干了半天，我现在才发现的是谁家龙这样子的呀？应该是这样子拼才对、啊。OK， 这样子这样才对吗？哦，这样子这又像了，哎，还有它的土石。这个土石它是可以拆卸的，也可以装上去。哇，这个跟电影里面的真的一模一样。因为这是1:460的还原的嘛，它身上还有灯光哦，模拟电影哥斯拉那个背部发光的样子。Go！ 哇，好震撼呀、啊！太帅！哎，国蛋，你知道它背部为什么发光吗？如果打不上来，可以玩吗？不行，娘，我还知道了。就是他口喷射线的时候，就背部就会发光，那就归我了，你就放这里吧，陪伴我读书，摆个好看一点的造型，哈哈，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别致？哦，妈，那我拼好了，你讲一下我那金苹果呗。想要金苹果是不是？啊，拿一个苹果，然后上面套一个气球就 OK 了，这么简单啊？